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录影的是小琪第四册的玩具交响曲。那我现在拉的是小提琴的第二部，然后我是以比较慢速的速度，节拍器我会先开80，然后呢录第二部的声部，然后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跟着我的第二步拉第一步，试着合奏看看。然后在拉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注意一下我弓的运用的位置、弓的弓速，还有抖音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开节拍器80，两个小节预备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